测看看网络上的隐藏方法，看能不能得到奖品。先一次丢五盘，接着一次丢十盘，哇塞，真的中了哎！居然中了耶！心痒痒，手痒痒，一堆人啊到藏寿司跟着，十几个盘子一排推进去，叮铃哐啷。你不会投篮，你至少会投盘。都市传说，投得越快越多，抽中扭蛋的几率就会越高。但是啊，你的蛋还没扭到，服务生的手已经先扭到了。有民众到藏寿司吃饭，对面桌的客人呢，玩起了快速投盘。让自己这头想投盘却卡住，走投无路，还得呼叫服务生来帮忙处理卡盘，这才处理好。没想到对面的。的盘子继续射过来，他这边又卡住了，又得麻烦服务生来解决。他忍不住上网拜托大家别闹了。还有店员来留言说，曾经请网友别这样玩，还被回复不会卡哦。我看你啊是没看过水道吧？别人看热闹，我们看门道。其实盘子下去后呢，走的水道并不宽，就是一个盘子通过的宽度。如果一口气快速塞进去，水道很有可能会塞车。是不是要拜托大家终止快速投盘呢？藏寿司目前没有对外说，但这个都市传说呢？第一次估，你想要试试的好手气，有可能让服务生忙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华视新闻黄敏慧、方晴年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